金马影帝刘烨、左汉法及太太安娜育有一对儿女。星岛日报提供，记者林南谷综合报道。2001年以电影《蓝雨》登上第39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的39岁中国男星刘烨，2008年与法籍太太安娜结婚后育有一对儿女。婚后从未传过绯闻的他，惊爆和31岁中国新生代女星袁姗姗有染，好男人形象破功。刘烨与袁姗姗近期一起拍摄中国某节目，日前两人和一群工作人员用餐，饭后有点醉意的袁姗姗由助理及刘烨搀扶上车，随后有人故意在相片上动手脚，把袁姗姗助理故意遮住，并影射刘烨和袁姗姗有暧昧不寻常关系。31岁中国新生代女星袁姗姗翻摄自网路。袁姗姗昨天由工作室火速发表声明澄清，强调网络流传的照片属恶意捏造，要求各媒体停止一切恶意炒作，并表示已经搜证并交由律师处理。至截稿为止，金马影帝刘烨尚未作出回应。